所以我今天把最后那一段哈，今天也请立山来做一个现场哈，我们一起哈跟着来做这样子的互动了啊，就是说有一些手语啊，我觉得那个手语可以把大家的心哈结合在一起哈啊，立山来看哈。假如要现场弹吉他来对，现场哈，OK，好，那个，好，可以，大家各位菩萨，大家好。如果方便，大家可以打开镜头哈，这是我们很简单的，帮我们的身心合一，虔诚的为上人做一个虔诚的祝福哦，也把这份祝福传到所有世界各地的苦难众生，希望我们世界。OK，赶快平安，好。祝你无量寿福，愿你法体安康，祈求平安幸福，虔诚为世界祈福。祝你无量寿福，愿你法体安康，水隔千里之外，师徒同心相伴，祈求无灾无难，但愿众生安乐，同心虔诚祈祷，苦难早日消弭。好，虔诚祝福大家。